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百家小薇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 VR 版的《我的世界》。最近啊，我这个氪金的手气真的是时好时坏。然后在弹幕里呢，嘲笑我这个黑脸位的人是与日俱增。今天呢，我就一个目的，想让你们看看我王小薇在家里究竟是有多欧，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为了做个对比呢，我还邀请了我的弟弟王小健和我一起在 VR 版的《我的世界》里面来开幸运方块。今天一定要好好的测试一下，究竟谁才是飞球。我相信看完这期视频之后，你们以后再也不会嘲笑我了，因为我一定不是最飞的那个。规则呢，就是每个人十个幸运方块，然后来看看谁开出来的比较飞一点，谁比较欧一点。唯一不同的呢，就是这一次我用 VR 眼镜来玩，而他呢用电脑来玩，因为我们没有两台设备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今天的挑战，走起 ！MC 不倒，陪你到老。Hello， 谁在打我呀？你王小健，你有毛病啊啊！别打我，别打了，我们哎呀！不然下个月零花钱没了啊！好，今天呢非常的特别啊，我们又回归到了我的世界。然后今天这一期呢，我们要试试看谁的运气好。我们在这个幸运方块，大家看到啊，每个人十个幸运方块，然后看谁开出来的。你干啥呢？啊啊！对，刚刚那个就再拆了。啊哇，这是我的幸运井，我先跳上来，我走上来了，往下跳，跳，我害怕，跳呀！啊！哦，哇，我好幸运啊，看到没？这都是些啥？我看看，我帮你看，这都是……哎呀，还给我呀！还给我呀！我哦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你还给我，有21个钻石，该你了，还有6个绿宝石，这啥呀？真幸运，该你了。好，我来。哎，剑。哎，这是什么？猎杀时刻。什么东西来的？哎，哇，秒杀剑，这是。你有毛病啊！我跟你讲，要不是因为我现在没有电脑，分分钟把你砍死，你信不信？我怎么还着火了呢？你为什么一次得开两个？这有什么用啊？没什么用，这是我的控制台。哎，别打掉呀！算了，我来给你开一个吧。不行，我老是撞墙，是什么鬼？按什么都走不过去。又一个激战了。好了，过去了。哦，稻草，你来。来，看好。这是幸运村民。你让开。我在跟他对话。我跟他对话。他在跟我换东西呢。打他。哎，你怎么把我幸运村民打了？你走，好，你没了，再见。瞬间伤害，这个有点东西吗？怎么换不了？爸爸！救命！不要打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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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捡那东西！上面还有东西。看看有什么东西。我有武器啊！好吧，赶紧把他的盒子都开了，把我的幸运方块还给我。我把盒子都赶紧开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哎，怎么生不出东西啊？我得哇，怎么了？这幸运盒子里面的武器都好厉害啊！靠，我的天，你又打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试一下我盒子里开出来的东西，这都是什么呀？不是，你能不能来？我给你三个盒子，这样我给你四个，我给你5个，你看你能不能开出能打得过我的东西？你别过来，你离我远点，你别过来。你的脸是真的黑，这什么东西啊！我去，哎，真是人见自有天收啊！哎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！我赶紧再开一个，看看。他去找你了。他没找我呀。哎，我有剑了，好漂亮。